家，我莫萨外爱。有好多好多的人才都跑到国外去了，为什么一流的人才都跑到了国外发展，没有人愿意回来？好奇怪哦。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底成长，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海边出生。今天和于大伟还有 Marinda 镇，我们一起来到海边。然后呢 ，Vivi 跟 Marinda 他们一起跑去最远的地方，而我在这里等他们。我在宜兰的某一个消波块上面。